Hello，喂，嗨，喂，做咩你细声咗咁多嘅？好细声啊，系啊，做乜突然系间咩？细声咁多噶？而你家好系细啊？声咩？真系好细声？又唔系嗱，我而家又未 put 你 on air 啦，我系电话啊，听你系比啊。平时细声咗。哦，我平时好大声嘅咩？系啊，平时大声啲啊，呢个好头似先细先声啱啲。啱喺度倾紧嘢啫。头先 OK 嘅，喂，唔系而家你点啊？而家有冇好啲啊？你系咪用紧 speaker 定系咩噶？定系就咁拎住个电话？我而家插住个电话喺度。哦，插住啊，系啊，好似冇头先咁清啫。咁紧要？系咁奇怪？哦，系哦，哇！所以头先清咗好你要唔多。要收个线再打多次俾我？再打多次嚟好啊，好啊，我打啊！多次俾你啊。好啊，打多次。嗯，拜拜。拜。咁怪嘅，我又唔觉得系咁，爆咪嘅咯呢度，level 爆咪嘅，咁奇怪，冇呢度好大声，再教就变咗系爆咪嘅咯，打紧嚟咯，hello 点啊，哎，好啲哦，好好啲过啊，多，咁系怪，啊，一乜都冇唔知变点过，解大声咗，可能你条电话线 再打多次嚟好啲。哦，系嘛？系咯，系大咯，声咗，大声咗，冇理由10分钟前同你倾个电话，之后就细声咗，好在你就打翻嚟啫，博啱哇，线啊今知次。咩？要我睇翻我嗰啲短信啊，而家啲人仲问紧你苹果胶点做喎、仲问？哦。啊有啊有，系啊，我知，我一阵间又马上问咗山楂板地嗰啲。系啊，咁你我哋先讲咗山楂白搭山楂浸白烂地个先吓。好啊，好啊。咁你再可能稍微又就即系好简单咁讲多次个做法咯。好啊，好你啊，呢啲人系咁噶啦，系好简好啊，单咁讲一次得噶啦。你话好要啊。再听翻，我咪叫啲人系咯，听听翻翻佢咧，因为就我主打讲新嘢噶嘛，翻翻去讲旧嘢就讲唔完噶咯，系咪？OK，嗱，嚟，仲有好啊，好嗱，啊。仲有分零钟，分零钟，嗱，hold 住啊，唔好行开啦，hold 住啊。嗯。女警察牙医诊所喺 Danville 520 Lagonda Way 101室，预约电话925-837-2300925-837-2300。有冇谂过投资夏威夷房地产呢？呢度无租管，地税低，回报升值高，天堂一般嘅气候，最适合退休自住或出租。揾下夏威夷黄金房地产雷先生倾下，电话808-282-0250，808-282-0250。赵大哥带你去享受十星级豪华游8天杜拜之旅，精彩景点，迪拜未来博物馆，精选行程，沙加阿布达比，精美美食，八星级皇宫酒店自助晚餐，阿拜达餐，阿特兰提酒店特色自助餐。出发日期5月10号，3299蚊，全程包机票、三餐、五星级酒店、两次核酸检测。乘搭直航阿联酋航空380，冇自费项目。详情查询健民旅游4153918981。感受春天花开季节，迎接夏天动感节拍。喂 Kenno，你一年都去几次夏威夷噶啦？有啲咩玩啊？夏威夷唔单止可以行沙滩，文景假期话仲可以行火山，有冇玩过先？文景假期带大家畅游地标景点，钻石头山登顶和马卡堡灯塔，海岸美景尽收眼底。行程更增添飞越大岛，去火山公园感受地球脉搏，喺雅卡卡瀑布同彩虹瀑布壮观视觉。夏威夷欧胡岛、大岛、双岛6天游，Aloha 由文景假期主办，轻松自在。4月23号出发，深受欢迎，已经售罄。而家特别加开4月28号旧金山出发，星岛电台知名主持赵睿随团参加，切勿错过啊！优惠抢先订，包机票、景点门票、住宿等，每位只需1599。而家报名赠送爱之泉牛扒晚餐，登船出海，夕阳晚餐，浪漫无限。切勿错过啦！哇，好顶玩啊！文景假期报名热线415-876-7888，876-7888。媒体赞助星岛报、星岛中文电台、SFCVIC 华埠仿合中心。生活成本年，个个都几年。
哎呀，又到咗咧呢个周末食碗面嘅时间咯。冇错啦，呢、這个俾面嘅节目啊，系、哎、啊，好高兴我哋可以请到趙博士俾面嚟做我哋嘅嘉宾。哎呀，早晨啊，趙博士。仲早晨，惯咗啊，系啦。惯咗唔紧要，你哋早晨啊，早晨你哋早晨。我哋仲未到中午啊嘛，系咯，东岸嗰边就佢嗰边就两三点咯，系啊系啊，两三点啊。我每一个礼拜都同你哋试，即系睇下个 time travel， 即系无端白事就去咗你哋湾区嗰边，西岸系啦，西岸嗰边。无端白事嚟咗西岸，系啦，赚咗几个钟头。啊，有啲听众咧就用短信平台咧就有问题想问你嘅，咁、佢就想问翻你啦。你上个礼拜所讲嘅山楂浸白兰地啦，有冇分要用边个级数嘅白兰地？白兰地都有平有贵噶嘛。系啦，嗱，有好多人咧就坚持就要用翻西班牙嘅布兰地，咁咧先至会保持佢嗰个味道啊。咁咧呢个西班牙布兰地就乜牌子都可以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睇翻咧，有啲布兰地嗱，其实布兰地咧有系有苹果布兰地，亦都系有唔同嘅果嘅布兰地。其实呢啲唔系好重要嘅。啊、如果你是、想主打想抽一些那個譬如山楂咁嚟講，你想抽佢嘅咁好多 fruit 嘅 brandy 咧，佢裏邊其實用 berry 嚟做，唔係用提子，就所以佢就一個叫 berry base 嘅 brandy 啦。咁你用嗰樣嘢嚟抽呢個叫 hawthorn berry，haw 咧即係我哋話山楂嗰樣嘢咧，抽佢出嚟啊煮它。就是希望你滾起它的程度裡面加了一些布蘭地下去，就幫助它抽了一些不同的成分進去來做一個膏，跟住之後就加蜜糖了。我們 上次就說蜜糖就不可以滾的時候加下去的，還有加布蘭地都要等它熄了火的過程裡面，等它凍了一陣先加布蘭地下去，因為它是幫你抽出來，你滾就是消毒，還有令到佢喺啲水裏邊咧，啲山楂咧，即係佢咪浸濕咗啊！啲水入咗去裏邊啊！但係你抽佢出嚟嗱，有啲人中意辣辣地咧，佢又會買啲蘋果嘅布蘭地咧，咁就變咗冇咁嘅必要，因為佢有啲個辣辣地，有少少好似胡椒咁嘅帶嘅味道嘅，有少少咁嘅。咁你唔使咁講究嘅呢樣嘢，佢其實個 brandy 就等佢唔好影響咗佢，咁然後抽佢出嚟嗰個過程咧。抽佢出嚟個過程咧，係要等嗰幾個禮拜嚟抽出嚟嘅。有啲人擔心佢就會嗱，我話辣辣地嗰啲咧，有陣時啲 brandy 咧會有少少薑啊，或者胡椒嘅辣個感覺嘅，有少少咁嘅。睇佢邊一個牌子啊，點樣咁你唔使理咁多。有啲人中意咧就係山楂裏面佢覺得鹽佢唔夠辣，所以咧佢就會加啲胡椒落去，加啲薑落去。落去嗰個 extract 裏邊，即係我哋教你整個 extract， 用 brandy 嘅 extract 咧，抽嗰啲嘢，然後加蜜糖去等佢甜帶甜味啦。咁平時就食一個湯羹，整完咗之後有個湯羹落去自己飲品裏邊咧，係調身體，每日一羹咁樣做法咧就足夠噶啦。咁我就講主打嘅過程就係要用，應該用酒，你唔用酒咧，淨用水咧，佢抽唔到啲嘢出嚟。咁仲有啊，就係山楂有核嘅。除非佢同你去咗核啦，但如果系冇去核嗰啲有核嘅，你要当佢抽完咗嗰啲嘢之后咧，你就掹咗啲核出嚟。一系咧就教佢够淋，有啲人煲得够耐，我唔知佢煲得耐唔耐，煲得够耐啲核就会通常松化咗出嚟，你就可以抽嚟啲核，剩翻啲渣里边咧，等佢抽即系加 brandy 抽个过程咧，嗰段时间嗰两三个礼拜啦，你就可以能够有啲可以摆到四个礼拜，但系四个礼拜就最好摆喺雪柜度慢慢抽。但是如果放在外面呢，即是外面普通温度呢，两三个礼拜这么多 brandy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你加了半杯水，跟着再加回半杯 brandy 又得。你喜欢加少一些 brandy， 因为万一自己怕醉了呢，那么 就加少一些。但就千万不要少过四分一到。是啦，就是咁样。咁即系话咧，其实咧贵同平嘅白兰地咧都冇乜所谓噶啦，冇咁分啊，贵又好啲，平又冇咁好，咁冇咁分法噶啦，系嘛？系啊，冇咁嘅分法嘅，系啦。啊，咁所以买平又得，买贵又得，梗系买平嘅嚟浸啦。系咯。咁仲记得咧，你上个礼拜讲到咧，呢个山楂浸白兰地咧，其实系对于呢个心血管咧个弹性啊。系啦，即系冇咁容易有心血管嘅堵塞啊，系嘛？
是啦是啦，血管弹性很重要，因为低和高血压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种方法，低或者高血压啦。但是呢最麻烦是什么呢？就是通常呢无端白事被人打尖或者不知道做什么事干，那么激起上来那一下里面翻工这样，那么那一下戳上去，有时家人都会做这件事，那么激你呢，那么那些血管的弹性不够的时候呢，咁就啪一声，咁就喺个头啪一声，咁就係个头里面有 stroke。 如果喺个心脏，咁个心脏又有好多呢啲问题就出现啦。如果喺隻脚嗰度，咁可能流血，唔同嘅地方都有机会，你有时见到啲脚都有一点点嘅血迹呢，即係一点咁样，好似啲好粒墨咁样，但係其实係血嚟嘅，红色嘅，咁有啲咁嘅嘢喎。係啦，我哋人体呢血管弹性呢係Elderberry 和这个山楂就可以针对这件事。所以白兰地浸山楂就有这个的功效了。是的。详细的做法大家要听回上个礼拜五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教你一个详细的做法，今天就不重复了。是的。因为其实呢赵博士主要准备要讲的就是红枣和蜜枣。没错，我看到是的，已经将这些资料就放了上去的 Facebook 度了。哇，龙仔你真的快，你看到了这些东西。所以呢所以这个是红枣和蜜枣这两样东西都很多人都听过用过啦。我就想讲一下这个红枣蜜枣呢，其实呢两个都是带甜的。蜜枣呢就是通常叫做 Medjool Date。那些人就说这么甜会不会对糖尿病有什么问题呢，他发觉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摆了出来呢，就是说蜜枣呢是很有营养，不得已呢他还要是又高纤维啦，同埋佢唔影响糖尿。咁但係红枣呢就唔係淨係咁，因为红枣係带甜㗎嘛。红枣最奇怪呢记得呢啲嘢要买有机，因为好多时候啲污染呀，但係红枣就更加要。点解红枣仲要佢有高纤维啦，但佢有维他命 C， 同埋佢又有维他命，佢个除咗个维他命 C 呢，佢有一隻呢叫做维他命 B9， 呢个叫 folate。所以呢如果有 BB 的时候通常都会吃一些维他命 B9 叫 folic acid， 等个 BB 生得好。所以红枣有这个功效。但除了这样，红枣为什么我摆一份 paper 出来呢，就是红枣还有就是它发觉它可以吸收一些不同的农药。哇，紧要了。如果它可以吸收农药，我们平时不是经常说买有机，买机有机重要，因为它有很多农药在外面。但是原来红枣呢它有这个功效去吸收某些农药。那就好，因为它红枣不贵嘛。有机 都贵极有限。那变成红枣呢它那个你可以放在个汤里，我上次没有时间中讲一个雪梨汤的。这雪梨汤呢，如果你摆雪梨啊、红萝卜啊咁样摆落去个汤里边，唔使摆肉噶。你再摆多四五粒嗰啲红枣咧，你煲得个零两个钟头咧，慢火咁煲落去咧，哇，好甜噶，个汤好润喉。有啲人讲咧，系啦，哇，红枣咧系补血噶，即系女士们咧，平时冇嘢做咧，煲啲红枣水饮都好噶，咁系啦，呢个又有根据噶，系啊，佢系补血噶。它絕對補血的，所以這個特別就是補血，還有 它如果你落埋少少這些叫做杞子呢，又會補埋眼，紅棗和杞子兩個又有即係兩個有啲拉楞去幫助對方的。杞子的好處呢，除了維他命 C 呢，它還有這個維他命 A。所以对个肝和对个眼又好。但红枣还没讲完呢，就是红枣的奇怪呢，一会我就再讲一下山楂，但是讲一下这个杞子呢，但是红枣呢它又对个肝好的。是啦。杞子又是对个肝好的。是啦，好怪好怪。喝些红枣水就好了。红枣，所以红枣我刚才说煲一个润的汤呢，对啲人嗰啲声喉啊，佢哋发觉而家啲人啲声喉咧，佢哋越嚟越多人睇到呢个红枣加埋呢个雪梨咧，对个喉咙啊、咳啊，有时吉住咁样咳咧，停唔到咧，再抌只黑鸡落去，即系嗱，全部头先讲嗰啲啊，净系素食嘅汤啦，但系如果你加埋个黑鸡咧，对个肺咧，有时啲
剩翻啲手尾啲cut嘅手尾咧，黑雞咧佢又唔同普通白雞嘅。黑雞你有冇聽過黑雞對cut瘦啊？雞嘛有。係啦，點解會咁咧？佢發覺黑雞裏邊咧，啲烏雞裏邊有啲成分咧，係對嗰、那個即係消炎啊。佢消炎咧，佢竟然可以喺個因為肺嗰度個消炎嗰啲位置難去啊嘛。紅棗咧，你咪頭先話補血嘅。紅棗咧，發覺加埋嗰個烏雞咧，嗰啲烏雞成分咧可以去軟好多。嗯，多咗啲紅棗就會咁啦，係啦。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間先，打後翻嚟咧，繼續同阿趙博士又傾誒講飲講食，係啦。好啊。喂，咁我翻嚟就問你紅棗同埋麥棗有咩分別咯？我啲模範主婦啊，唔知噶嘛，係嘛？好啊，咁或者个功效上又有咩分别啊？咁样啦。嗯。喂，阿 Text 佢哋入嚟嘅喎。好，咁你 hold 住先啊 ，hold 住先。嗯。苦性康欣为每彻底清除白带、炎症、尿失禁等妇科问题，使用一粒即可以预防细菌感染、排除毒素、清除异味、改善阴道增切、回复私处娇嫩湿润，令夫妻生活更加幸福完美。私处保养好，幸福冇烦恼。欢迎到国心融行或代理商购买。美国华堂药业集团1800-986-01681800-986-0168。而家买房好烦恼，买房又要点样先买到个好价钱？唔使担心，揾治安邱海贤小姐啦，投资置业一条龙，一站到位。邱小姐讲国粤英语，电话415-939-8927。415-939-8927。寡人夏威夷旅游网是一间扎根于夏威夷当地的华人旅行社。26年嚟，我哋只系做一件事，就是为你的夏威夷之旅增添精彩。专业的讲解，多元化的旅游产品，第一手的资源，令你出行快乐无忧。详情请上网 wan.hawaii.com 或打湾区热线1808-940-9995 1808-940-9995。今日你阿撈下咗未啊？甜味製山楂醋採用傳統工藝釀造，真材實料，零防腐劑，零色素，而且營養豐富，含有膳食纖維、維生素及微量元素，能開胃消食、消除疲勞，適合全家老少日常飲用。智美齋山楂醋開蓋即飲，超方便。無論家庭聚餐、朋友飯局，一定唔少得智美齋山楂醋。灣區各大超市有售，北美總代理富全食品公司4158228911。電波傳情，聽歌共鳴，慶祝星島中文電台成立26周年，以下單位熱誠祝賀：地道方份之寶。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健威橱柜建材国家人寿波拉捞刘小姐电波传承听歌共鸣庆祝星岛中文电台成立26周年啊，26周年啦，今次万众期待星岛周刊强势回归啦！周刊内容丰富，有热门娱乐八卦、明星生活、飲食與健康，逢星期日隨星島日報附送，不容錯過。請到售報點購買或訂閱星島日報，訂購熱線650-808-8866。江湖食古店，個個都俾面。好啦，讲到周末食碗面咧，个个都俾面啊，个个都俾面嘅时候咧，系个个都俾面，系啊，连广电台都俾面我哋。喺度广电台，嚟 ，Hello， 大家好，阿赵博士，你知唔知道今日咩日子咧？头先咪听嘅广告话26周年啊嘛，系咪啊？博士嘅智商系特别高啊！哇，整落冇错啦！今日咧就系、是、我哋生日嘅正日啦，即系26岁咯。哇，好犀利！讲几句啦，你作为我哋嘅好拍档咁样讲几句啦。哇，真系开心有个咁好嘅电台，我发觉我啲女都中意听，因为对帮佢哋学到广东话。系啊，讲广东话噶。系啊，佢哋讲广东话噶。
因為呢度出世嘅咧，通常都唔肯講中文。係啊係啊係咯，而家你鍛鍊佢哋學好呢個兩文三語咁啊最好啦。係啊係啊，咁我哋今日咧就亦都好開心啦，有位聽眾啦，阿 Cheryl 啦，爆咗名喎嚇。唔係，阿譚姑娘係阿 Cheryl 就琴日已經送咗包嚟啦。係啦係啦，今日譚姑娘，譚姑娘咧就好有心啦，送咗個蛋糕過嚟。冇錯，我哋嘉賓主持啊。哇，開心啊！哎呀，很开心啊！啊，太开心了！你要讲几句吗？当然了，今天是新岛中国电台26周年的正日子。哎呀，我今天居然被邀请到粤语台，哎呀，跟各位啊，跟你老师啊，跟各位前辈一起上节目。哎呀，太开心了！我们一家人呐、啊。系啊，一家人啊，啊我哋一家亲噶啦。冇错。啱啱嗰个咧系我哋国语台嘅经理啦，之前啦，亦都系我哋非常之欣赏一位女主持，加女主播啊，即系最受欢迎、最美嘅女主播。系啊。嗱，可以吗？谢谢你们在这个粤语社区啊，给我打知名度，感谢。其实在座的各位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其实我也知道就粤语，我知道就。一直以来就是大家对这个现场中文电台的这个支持啊，在这边也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啊，长期以来一直陪伴我们。讲几句广东话，系啊，你讲几句广东话啦。系广东话，我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系一个就嗨咪，一个就生日快乐。即系你哋真系好计划，唔知咁 friend 嘅。系咁啊，迟啲组合做一个节目，可以电台通播啊。咁嚟跟同鸭讲噶嘛？系。咁我哋咩？不如呢个时候咧，咁开心啦，听我哋生日歌咧。系，祝我哋本台26岁生日快乐啊！喂，唔该晒，咁我哋嘅生日歌翻嚟就翻嚟噶咯喎。好啊，好啊。好啊。好，顺便又讲一讲啦，我哋咧个蛋糕咧，多食点样讲好咧？蛋糕啊，算一算啦。喂，好啊。等一阵，等一阵，喂，等一阵帮我哋影。等阵，等阵啊，阿Gordon，你等阵。好。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生日快乐！哎呀，哇咁快啊，26岁啦！系咯，26年啦，26年前我都仲系一个豆钉啊！咁希望喺度咧，同阿赵博士我哋合作另外一个26年。哇，咁紧要啊，26年！赵博士，哇，喺边度啊？喺度。哇 ，OK 啊！系啊，系啦，咁我哋咧继续合作另外一个26年啦。咁喺呢個時間，我哋繼續咧週末食碗面啊嘛，梗係要講下啲同食有關嘅嘢啦。係啦，頭先阿趙博士就提到呢個蜜枣啦，係啦，咁最好都係買有機，因為佢哋都會吸收一啲農藥。嗱，農藥有陣時咧就唔係話即係留喺表面咁簡單，落咗啲泥土裏邊，喺個根部裏邊吸收入去，咁就會去咗個粒嘅。紅棗或者蜜棗裏邊啊，所以咧而家啲人咁中意話要買啲啊有機嘅就係咁解咯。嗱，其實我呢啲模範主婦真係唔知啊，你紅棗同蜜棗有咩分別咧？首先咧就話紅棗同蜜棗咧，好多時都搞亂咗，因為英文就會叫做 date， 咁 date， 咁就諗住係兩隻都係叫做 date 啦，一個叫 Chinese date 紅棗，另外一個就係 date 啦，咁就差唔多一樣。其實兩樣嘢嚟嘅，佢根本個源頭都唔一樣嘅。啊，紅棗咧就有2500年歷史，咁咧就可以即係主打啊種喺中國啦。但係咧，其實咧所有接近嗰個温度咧都係可以揾到呢啲紅棗嘅。
咁佢就喺一個叫做 Buckthorn 或者 Ramnaceae 嘅 botanical 嗰個源頭啊。總之係一個唔同嘅源頭。而啊，中東嗰邊嗰啲棗咧，嗰種棗咧係普通係 palm date tree 嚟嘅，佢本身都唔一樣嘅嘢嚟嘅，完全唔一樣，個源頭唔一樣嘅。咁但係咧，出邊喺出邊嘅市場，你會見到又係帶甜味啦。但係咧，有啲乜嘢幾唔同下？就係、是、第一就係、是。紅棗咧係幫助咳嗽啦，佢幫助補血啦。除咗補血咧，佢仲有一日裏邊，如果100克嘅紅棗咧，佢有64% 係鐵質嚟嘅，咁幾緊要啊！而佢個維他命 C 咧多過100% 每日嘅需求，佢係100克裏邊咧有242% 嘅 daily value 咁。咁當然你唔可以話啊，咁佢食咗佢嘅維他命 C 等唔等於唔使食維他命 C？ 唔一樣嘅嘢，佢混合咗喺裏邊咧，鐵加維他命 C 邊度揾啦？啊，仲有佢有少少 zinc 同埋有少 copper 13%， 但係主打佢有除咗咁，佢仲會餵飽你嘅肚，佢有辦法可以導蟲添，有呢樣嘢嘅。紅咗呢個導蟲嗰，同埋頭先咪講話可以吸收啊污染嘅，咁啊更加買有機，因為等佢可以。完全嚇有佢個功能啊嘛，去吸收啊嘛。咁仲有喎，啲人全部食素嗰啲咧，佢需要蛋白質嘅咧 ，protein 咧，紅棗咧有好多 protein。咁呢個係 Purdue University 裏邊揾到嘅就，哇！原來佢啲 protein 咧可以幫助細胞嘅康復嘅。咁所以你話紅棗幾咁緊要咧？好啦，講到呢個麥啊，呢個平時嘅麥棗啊，麥棗英文咧其實有一隻麥棗出名叫 Medjool Date。差不多好似麥棗咁 ，Medjool。咁呢個麥棗咧，啊加州都有種噶。啊，咁佢咧嗰只麥棗有缺乏咗啲乜嘢咧？佢就冇維他命 C， 好似嗰個紅棗咁跑出嚟嘅，冇啲咁嘅嘢嘅。咁然後鐵質咧，佢又唔會去到咁高，佢得5%嘅啫。所以你唔會攞麥棗咧嚟補血嘅，你唔會喎。佢嘅 zinc 其實多過嗱，佢 zinc 即係砷啦，係多過紅棗嘅。但係佢嗰個佢又唔會醫咳嗽喎，佢冇啲咁嘅歷史去做呢樣嘢。雖然有啲人食咗落去，佢發覺咦對啲如果佢缺鈉啊，都會有啲幫助嘅。但係其實食啲香蕉都差唔多，都係有。如果你淨係為咗攞個鈉，但係咧佢奇怪就係佢有啲叫做 folate 咧，所以對孕婦咧folate 咧有好處，有用噶，就係呢個麥棗啦。好，我哋都先休息一阵间先，稍后翻嚟继续同阿趙博士倾过，同埋咧稍后翻嚟，不如我哋又送阿飞咯。都好喎、啊，系咯、啊。长实住贵湾区有7间豪华电梯。喂，阿趙博士，我哋咧有啊台庆咧，下个礼拜五咧有啲，下个礼拜六咧有个同乐日，有啲飞送嘅，问咩问题啊？你帮我哋问啦。问问题啊？啊，咁啊。问条问题。问条问题，咁你不如就用边一只酒？嚟浸山楂最好啦，咁啊算，咁啊，咁你可以問下呢啲，咁係咪太簡單啦？啊，我問啊 ，O K 嘅，冇問題，冇問題。係咪你可以揀啲複雜啲嘅？不過我怕我唔記得咋，係咪幾時問啊？係咪今次問定下次問啊？下次問。而家問啊？而家。哦，好。係啊。O K， 好，好啊，好。咩酒浸山楂 ？O K， 好 ，O K。係咪俾佢揀 multiple choice 啊？白酒咧。係啦。紅酒、白酒啊 ，Blondie 定話咩咧？定話唔俾人揀啊！唔俾人揀啊！唔俾人揀。咁跟住咧就整多題啊，兩題啊，整多題啊，整多題有咩好處咯？有咩好處咯？哦，係啦，有啲咩好處係啦，可以嘅。嚇，係啦。誒，咁如果你講啲浸山楂酒有咩好處？係，千祈唔好講同 Blondie 浸喎，咁咪講咗個答案出嚟。係啦，好啊。好，嗱你 hold 住咯，我哋问两条啊，你问啊，咁我翻嚟又揾你问啦。好啊。咁我又短信就唔听电话啦，红仔。嗱 ，hold 住等阵吓。好啊。短信各位。星岛日报全球最受欢迎华文报章，订阅或者续订星岛日报，即可获赠免费自动加热双层饭盒一个。煮饭蒸菜保温10到30分钟全部搞定，请联络星岛发行部5088088666或者亲临三藩市华埠访客中心领取优惠。
算案界有好多关于 COVID 嘅信息，但系嗰啲唔系全部都系真噶，所以请牢记事实好重要。疫苗会唔会令到你不孕不育呢？唔会。COVID-19 疫苗会保护你同埋你嘅屋企人，并让我哋嘅免疫力保持强健，传递事实不传播病毒。访问 myting.ca.gov 查找你附近嘅疫苗，由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为你提供。生活成本面，过过都几年。又是送礼物时间。好啦，这个时候我们送出两张16号的逃落日的票。没错啦，那问题呢，这件事就肯定交给 Cindy 啦。那我当然又交给赵博士啦。哦，好啊，我又交给。好啊好啊。你又交给龙仔。你先问第一条先啦，等等，不要问字。我们呢两条题目嘛。是。总共四张飞嘛。没错。第一张呢就用电话接电话的方式。好。第二张呢用短信的方式来。好了，这条先是打电话进来的 ,650-808-8000, 650-808-8000 啦。是，赵博士请问。好了，那我们问就是如果是要浸山楂呢，用哪一种酒是最好去浸山楂呢？哦，用哪一种酒是吧？第一次就已经讲了这个话题了。好啊，来来听听这位先。早晨。这位听众你好。哎，你好啊。哎呀，点咧？教你识唔识答呢条题目先？哎，识嘅。吓，用咩酒？法兰地。哎，哇，恭喜晒，有听书啊，好好啊，系啊。师傅啊，师傅啊，啊，我姓陈啊。阿陈，陈女士啊，咁你记住咧，下个礼拜六咧就要过嚟同我哋一齐玩咯。去边度？嗱，你 hold 住个电话等等，我阵间俾啲资料你。咁啊，問完呢個係接聽電話嘅，跟住短信啦，係啊，咁啊，趙博士你問多條添啦。好啊，咁啊，又講翻個山楂啦。其實浸咗個山楂對啲乜嘢好啊？有啲咩好處啊？係嗱，頭先阿陳女士就答咗啦，係用白蘭地嚟浸山楂啦。咁呢個白蘭地浸山楂咧，係有咩好處呢？呢樣嘢咧喺你身體裏邊。任何一個地方都會找得到的。是，如果懂答的朋友怎樣怎辦？650-382-2808將這個答案短信上來，650-382-2808最快的那個我轉頭就會覆你的了，就告訴你恭喜你，你獲得兩張16號這個同樂日的門票的了。是啦，咁如果打唔通嘅唔紧要，你而家打出去6508088888，咁可以咧就买飞，冇错啦，一张飞系$38嘅，咁就会喺呢个4月16号朝头早嘅10点至12点钟咧，就喺三藩市嘅中华文化中心，即系 Kearny 街嘅3楼啦，中华文化中心度咧，咁就有2个钟头咧，就系同乐日，同边个同乐咧？同啲民选嘅官员啦，加埋咧同我哋阿社长啦，有一个座谈会啦，玩下游戏咁啦，因为每一位嘅民选官员咧都会送出$50嘅价值$50。嘅禮物啦，係啦，咁啊仲有抽獎添喎，大抽獎唔少得啦，咁啊仲有遊戲玩咁啊，仲有嘢食咧，係咯，有咩要查詢嘅，記住打呢個電話，6508088888，6508088888，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買完告白啦，冇錯，就翻翻嚟我哋節目啦，揾翻阿趙博士，咁啊繼續講下咧呢個紅棗蜜棗係嘛，啊，仲有幾子啊？係啊，係啦，幾子對眼好啊嘛，係啦，但係兩個溝埋咗咧。即係你諗下，你整嗰啲湯咧，你平時嗰個紅棗加杞子咧，杞子咧其實嗰個好處咧係好特別嘅，因為佢又係好多維他命 C 啦。頭先講話紅棗先有維他命 C 啦，啊咁佢個杞子嘅維他命 C 咧，亦都有2000年歷史喎。佢喺呢個呢兩樣夾埋咧，佢補眼咧好緊要啊。因為咧，譬如嗰啲藍燈喺啲喺嗰個喺嗰啲手提電話、電腦上邊咧。又要影響對眼啊，影響睡眠咧。佢發覺用咗杞子咧，可以幫助呢樣嘢嘅。咁啊，呢個好特別啊！呢個係眼科裏邊咧見到杞子啊，一啲人食咗杞子食咗90日咧，佢會令到佢嗰個有一樣成分叫做 zeaxanthin 同埋其他啲抗氧化特別加高咗嘅身體裏邊，令到上年紀咧啲眼咧係好咗嘅，即係唔會有啲少咗眼嘅問題啦。咁另外啦，就係杞子咧。佢嗰個消炎功效好特別，就唔知點解咧，佢咧同呢個藍莓啊、其他莓咧有少唔同。佢直情咧杞子嗰個維他命 A 同 C 咧特別好用啲嘅，
你会发觉有啲唔够维他命 C， 有时个皮肤咧冇好得咁快啦。杞子咧，如果你睇翻咧，对皮肤咧，哇，令到皮肤咧少咗痕啊，或者甚至晒太阳咧，佢会受损害少咗啊。杞子有呢样嘢啦。啊，咁啊，咁点解咁奇怪咧？杞子有，但系其他有维他命 C 嘅嘢咧，又做唔到呢个功效咧？啊，老啲皮肤老又冇碌咁快啦。佢个 study 就系讲话啲老鼠饮咗一啲饮品有5%咧嘅杞子汁咧，就会令到佢直情咧系嗰啲 UV 灯射咗落去咧，都少咗伤害嘅。仲有一样嘢，杞子咧。同埋紅棗，頭先又話紅棗唔影響啲血糖，但杞子竟然可以令到你咧，平時食咗啲甜品，我哋嗰陣時咪講新年啊，嗰陣時啲甜嘢食咗去，啊農曆新年食咗甜嘢，杞子原來可以令到你咧，可以接受啲甜嘢咧好咗喎，咁咧就令到你啲好個膽固醇咧又多啲喎，咁呢個杞子咧。你谂下几好，咁仲有啊，就系杞子仲系对睡眠质素又好，就系瞓觉又瞓得好啲。佢发觉咧，抑郁又减少咗。你谂下杞子咧，估都估唔到。咁啊，你会谂下，咦，杞子叶即系枸杞咧，又有冇啲咁嘅功效咧？枸杞叶竟然咧可以同埋杞子咧两样都可以帮助咧啊个肝啊个肝有阵时受伤啊受损害啊，譬如脂肪肝呢啲嘢咧。無論是 alcohol induced， 即係酒令到佢有脂肪肝，定話係因為其他元素嘅咧，杞子同埋枸杞咧，兩個都有幫助對於個肝嘅，係啦。嗯嗯，枸杞通常愛嚟滾湯噶啦，滾湯比較多咯，嗬。滾湯攞得比較多，係啦，冇錯。但係杞子同埋紅棗咧，溝得埋嗰兩樣。咁所以咧，對個肝咧，對個兩樣對個肝都好。咁大家之後就知道啊，原來煲湯啊，有陣時整我之前講嘅雪梨湯，可以杞子啊，亦都可以加埋紅棗啊，紅棗啊4-5粒，杞子一紮啦，跟住加落去裏邊咧，啊呢、這個湯就非常之好飲，同埋對個身體好好啦。其實杞子都可以攞嚟做甜品嘅，啲咩桂花糕啊咁咧，撒幾粒杞子啊咁樣啊。係啦。杞子嚟嘅。新鮮的可以生食的是啦，冇錯，可以生食的是啦，是很好吃的，是很甘的那個味道，甜得來帶甘。但是杞子不是乾的嗎？欸，你又錯了，杞子有新鮮的。哦，是啦，你見到那些杞子全部已經是細乾了，是啦，是啦，你見到杞子是這樣的，但是其實它原本有一粒新鮮鮮的，是挺好吃的。哦，有幾大粒的？我谂手指尾块指甲咁大粒嘅就唔系好大。因为龙仔好犀利，真系好识嘢喎吓。嗱，杞子咧，杞子咧，有啲人咧，即系好似阿龙仔话可以怎周围食啦，就咁嗰啲咧，即系啲人咧就要小心三样嘢啦。第一就系、是、唔好食紧薄血丸。第二样嘢就系、是、高血压嘅血压药咧又要小心，同埋糖尿病嘅药亦都要小心。所以呢三只药咧，你要问一问你个 local 嘅医生咧。就話你食幾支食幾多少會唔會有咩問題？問下，因為呢三樣嘢比較敏感喺幾支裏邊啦。血壓高、血糖高，同埋血壓藥糖尿病藥同埋薄血藥。哦，係啦，即係食緊呢三隻藥嘅人咧，就要留意翻呢個。如果你食幾支，留意嗰個成即係幾多咯？即係因為而家可以買成包嚟食噶嘛，咁跟住你要睇住嗰個份量係啦。嗯嗯，好啦，咁啊，讲下倾下咧，今日咧三节嘅时间咧又告一段落咯。系啊，又告一段落。留翻，哇！你知唔知啊？阿趙博士，头先咧我哋问嗰个问题，短信平台答咧，哇，已经有成30-40人复翻过嚟，咁犀利，啱噶，全部答啱啊！哇，全部答啱，冇人答错。哇，但系好犀利，我净系得一对嘅门票两张啫，咁我都要喺里边揾边个系最快嘅咁。轉頭我會轉述翻俾聽眾嘅。有啲答案咧就好簡單，有啲答案就詳細啲嘅，咁可能都會影響到我哋嘅判斷啦。冇錯冇錯，咁啊轉頭我就會覆你哋噶啦。咁如果你哋留意到我問你哋攞呢個名同埋攞呢個電話，呢段電話我都已經有嘅啦，因為你轉述上嚟我已經有你電話噶啦。咁我都會問翻你攞名同埋一啲基本資料嘅。係啦，趙博士，你知唔知咧？有人短信啊，再問翻我哋第一集講個木瓜核有咩好處啊？哇！第一集都有人問翻啦，而家咁犀利哇！係啊，咁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個網站咧去聽翻啦，重聽翻啦。好，咁啊，多謝曬阿趙博士，我哋下個禮拜五同樣時間繼續傾過。下個禮拜五，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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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方事务所开业30周年啦，佢哋办事专业，经验丰富。喂，系喺度喺度。喂，唔该晒，唔该晒，搞掂晒。哇，你唔使即刻，你唔识啊，唔使即刻去啊，去讲嘢嘅咩？我嗱，阿龙仔就要啦，佢又讲新闻嗰啲嘢啊，而家我又出去啦。哦，好啊。喂，你好多人，哇，真系好多人答喎。咁犀利，系啊，好多人答喎。你哋嗰度一定好多广东人啦。系啊，我哋嗰度系多广东人啦。你嗰度多国语人啊？我唔知啊，我根本冇出过去乜滞嘅而家。三藩市啊，三藩市华埠梗系多，梗系多广东人啦、啊。嗯，哇。好咁啊，唔同、啊、你讲字啊，直播室要空出嚟讲新闻啊。好啊，你搵次或者我哋第时你搞个团咧，我哋去下啲奇怪嘅地方去睇下啲野生嘅草啊，啲好啊好啊好啊，系嘛、啊啊？去下拉斯加嗰啲地方睇下。好啊好啊。木瓜就去夏威夷木瓜咁，夏威夷木瓜好味嘅。嗯。哦，好啊好啊，诶，搵你带团啦，好啊好啊。带团啊，好啦、啊、好啦、啊，嗯。OK， 拜拜。再讲。好，再讲。拜拜拜拜拜拜。